要加好我身体，现在家里面在睡不觉，我打算要来饿着他。等一下呢，我先把他皮包的东西拿出来，再用保鲜膜将皮包包起来，并丢到马桶里面，看他到时候看到会有什么反应。丢到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麻烦各位朋友们按个赞，并且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哦。If I was your boyfriend, I'd never let you go. I could take you places you ain't never been before. 起床啊！莫困啊！起床啊！紧的啊！你莫困了，你一直困，搁着困。啊！很快啊，起床了！你要逼我用大绝招是不是？给你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你干嘛？哎呦！刚刚不要啦！惊醒了没？清醒了。清醒了。为什么头发这个啊？很丑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他说压你肚子。不要啊。压压你的尿要出来。压你肚子，给你尿出来。哦，快点啊！这怎么？你干嘛、啊？吐水在你头上，帮你洗头啦。哇，我不要用啦，好脏的啊！来啦，换我睡觉。你睡觉？那我要睡。不晒，你都是要睡，快点，干嘛？现在快一点，我就陪你打一场，认真不骗。三场好不好？好，三场。打高中。你今天打游戏，你要快快一点。快点，我现在等你哦 ，stand by 哦。勇敢的皮包，那你赶快拿起来，白痴哦！大片大片，晒晒晒晒晒！不要给我用到我呀！哟，为什么你的哟那么好笑？哟啦！你先给我的钱包拿起来。好，没问题，稍等一下哦，我做派哦。保鲜膜封起来了。保鲜膜有什么屁呀、啊！我不要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。超智哦！我跟你讲，林月如果给我撕掉，你就死定了。不会撕啊！我在滴水了，来来，救我了！我的保鲜膜没有用，撕掉了。我帮你拿去洗啊。这个怎么可以洗？可以洗啊。哦、等一下，我把你东西拿出来啊。不是啊，重点是他就是不能吗？我不会去洗啊。啊，你无钱啊你？我无钱，免紧，我买一个中国的给你。我不要。这是我当初买给你的，想起了那时候了吗？美好回忆。是你买的吗？我不管嘞、欸。这是我们自己买的吧？好了，我帮你清新啦，来啦。哇，你好智哦、喔、哇！还可以当用啊，切切得当用啊，你看。很蠢啊！怎么会把它放在里面？因为里面比较温暖。没有，那马桶我有刷过啦，干净的啦。你先把你钱包丢进去。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我当我遇到这样子，请你一起救。好了，那我。可是你东西要先让我拿出来啊！等一下啊，东西都很贵，别丢了啦！哎，有我们甜蜜照。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现在空空的。白给我丢。我没关系啊，大方。我爽，看我就不会像你那么恶劣。那为了获得你原谅，我自己丢，走开。不要丢了啦！来啊，灌篮，三二，你这是心疼我的状态吗？不用丢了。要拿起来的时候，保鲜膜拿掉的时候，他还是湿的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知道。而且重点是我现在很想上厕所。那你现在可以去上啦。啊，里面到时候又有没有看到的东西。快点上啊，没有东西了啦！快啊，你上厕所、啊，你要不要上？不要上，你在里面要怎么上？改大便了。